我们最为激动人心的环节马上就要到来了，我们即将正式启动2023视听中国每家湖北传媒周暨湖北影视展播周。接下来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请出以下的嘉宾登台参与我们的启动仪式，他们是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黄平先生，湖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湖北省广播电视局局长张世华先生，湖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陶洪佳先生，中国驻纽约副总领事钱进先生，纽约市长顾问 Peter Gu， 谷歌公司创意总监 Abigail Pasner 女士，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项目部副总裁 Jonathan Lowen 先生，加拿大多元文化媒体联盟副主席兼秘书长金侯先生，有